我们要弹奏前要想三件事，第一件是想好它第一个音是什么，第一个音是 so 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想好它的速度，想好它的速度，这首歌是快的，那你就要弹得快。第三个，想好它是大声还是小声，这首歌是大声，所以我就要想大声。现在我为大家来弹奏这首歌的第一跟第二页。